全地形车，赛车界的后起之秀，能够从容应对多种复杂地形条件的高手，卓然不群的功能体现在优秀的抓地性、动力性及出色的越野能力上，赢得了专业赛车手和青少年的喜爱。带没带帽子？不能不能不能，好刺激的呀，都很专业，不要担心，希望能好好体验一下。石俊清8岁，赛车爱好者，能够锻炼自己的胆量。赵之文11岁，参与户外运动较多，但从未尝试过赛车。杨洋13岁，赛车类全国赛第4名，地方赛第3名。李莲依娜14岁，8岁接触赛车，全国锦标赛青少年组冠军得主。李浩玉11岁，3岁半开始骑车，全国锦标赛青少年组第2名。薛清源10岁，北京全能者杯青少年全地形车第3名。王一乐13岁，4年赛车经验，全国锦标赛青少年组第6名。王大奔10岁，自2015年起参加过3次赛车类全国锦标赛。现在我们的8位营员全都已经就位，在整装行李，准备迎接未来3天的各项挑战。恭喜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体验追风少年，我是杜月。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呢有一张全国锦标赛决赛的邀请函，为了它，待会儿将有8名营员来到这里。为了取得最终胜利，营员们来到位于山东济南的全地形越野专业场地展开较量。场地共有4种，难度逐步增加，分别是连绵起伏的爬坡场地、涉水过桩的障碍场地、直线加速的沙石场地、自然雨林的泥潭场地。相信他们将不惧难关，勇敢挑战。学妹，你们在干嘛呢？哎呀，大家在收拾是吧？你们两个行李呢？在这儿呢。就这么小个包啊？3天的话，是不是连个洗漱用品都有点少啊？你们俩知道来干嘛吗？来体验。刚来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的紧张了，就害怕，这个会不会有危险啊？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嗨，就是电视上或者电影上然后看过，就是觉得非常的刺激，然后所以就过来体验一下。可是我们这个可是全国各地招募的体验者，你们俩如果不太会的话，你们俩是怎么选上的？我们能说呀。今天的入营仪式呢，我特别为同学们请到了曾经连续5年获得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全年度总冠军的江慧坚老师作为技术指导，大家欢迎。江慧坚，职业生涯获无数冠军，赛车界公认的越野车王，现任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汽车类专业教练。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这次的教练，我想问你们。今天你们来干什么呢？学习全地形车。一开始我肯定是不认识他的，然后接触他之后就感觉很有哥们儿的感觉。教练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手也需要带上一些护具，那想问的就是开车的时候这个手不是握着方向盘吗？为什么还需要带那些护具呢？可能他们问的那些问题有点就是挺比较初级。接下来我给大家上车示范了。那你如果之后呢，就是你没有进行收腹的动作，那他会不会觉得就是特别紧这个安全带？就是这个车为什么没有倒车镜呢？想说的就是他戴的时候吧，这个耳朵感觉会挤到，这样不就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吗？很简单很简单，就是简单到老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拿头盔，戴头盔。安全带、束手带，准备好了，打火。一开
始坐上的时候有爽的感觉，而且想象毕竟是个想象，它没有这个这么真实。来这儿啊，见到很多车型，然后是见到很多高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嗨，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然后风呢它就会吹在你的脖子上，让你感觉真的就是飞奔于世界之外的那种。学到了一个飘，先是踩完刹车，然后往这边打一把，然后瞬间往这边，教练就嗖一下就过去了，就特别快。是哪一位姐姐就抱着那个安全带在那里叫，太快了，刚才是不是有180迈？后面他们俩害怕了没？你们俩还挺淡定。人呢？我们一共是8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如果要分成两个队伍的话，我建议可以分成男生组和女生组，不要把我和史俊清分到一个组里面，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呢都是属于那个赛车小白，之前也没有，就是之前也没大接触过赛车，所以呢把我们两个分在一组会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本期追风少年的竞赛共分为3轮，将分为2队，逐一完成障碍场地、沙石场地、泥潭场地的各项挑战，切记全程如触碰到障碍桶或警示线，会被罚时2秒哦。现在呢，我们的两边队员啊，穿上了赛车手的服装之后，神采奕奕啊，非常的威武。那根据我们昨天晚上的询问之后呢，我们是分成了2队啊，男女各一队。那分完队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竞赛了。第一轮竞赛，迎难而上，两位体验者将坐在副驾驶出谋划策，而6位专业驾驶将依次在障碍场地跑完一圈，所有队员成绩相加，用时短的队获胜，拿到1枚闪电徽章，并对最终战起到优势。石头剪子布是吧？那你派出你了哈，你们队派出我来。石头剪刀布从来没赢过。真没赢过，那就期待同学们的精彩表现。好，准备啊，5、4、3、2、1，走。涉水难吗？涉水，那你油门给到就没问题，你看着。我厉害，我比他练的更多一些。我厉害一点吧，因为我学东西学的比较快嘛。哎呀，就是，和仇人一样吧，然后和兄弟一样吧。大班的话，那个特别调皮，特别皮那种。完了！你看还在这倒，这完蛋了，肯定完蛋了！你在那个毛布上打滑了，你现在。准备啊，5、4、3、2、1，走。女生出发就挺稳的。教练，我们那个桶是可以左右两边都可以绕。可以。好，不分。
准备，五、四、三、二、一，走。方向盘就打得特别快。哎呀呀呀呀！因为你们刚才一直在那个说快慢的事儿，所以他怕自己输给大奔，你知道吗？队内还进行了较量。横着挪着过来的，你听那个大奔跟你喊了吗？没。那你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换四档，换四档了。去了。三、二、一，走。我初始速度也快呀。重现战场。今天姐姐是超常发挥，重赛是不可能了。她其实是可以用四曲过去的，但是她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她一直用的是二曲过去。那我再重新看一次。就是对皓月来说，皓月不是说尽力了吗？就感觉好像带不动一样。两个姐姐都过来了啊，啥都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刚刚三二一走。快耶，真的就比我快。他不会碰撞是吧？对，他比较稳。他少绕了一个吧？没有，那不算，我也是这样走的。这种障碍赛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是从左边走的，你们是从右边走的。哇、哎呀，顺利通过！他最快，多少秒？43秒，但是这里罚了2秒。这里碰到这里了吗？对。三个小姐姐们，然后她们就是都很厉害，就是个人是有洁癖的。然后呢，水的那个地方，水花什么的，就是都溅了一身，就当时就是很那个。现在我们马上要公布成绩了，分别呢由我们男队的领航员和女队的领航员啊来公布。这样，我给你们发一下啊，男生的成绩是这边。如果男生赢的话，那又是很正常嘛。如果说女生赢的话，就会有点那种不太寻常的感觉。这是女队的成绩，由男生队先来宣布吧。你们的成绩是3分5秒49。那我们女生队的成绩是2分24秒97。哎呦，非常的自豪和洪亮，恭喜女生。来，那因为第一环节是女生队获胜，当然他们就获得了一枚闪电徽章。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竞选队长了啊！我先问一下男生队这边呢，谁想当队长就把手举起来。然后哦，只有一名同学，恭喜男生队的队长已经产生了。恭喜，加油！女生队这边呢，也是谁想当队长就把手举起来。哎，四名同学都想当队长，我们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待会儿进行一个小小的投票。投给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当队长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然后我接受挑战。我想投给李莲依娜。
因为他的赛车水平应该是我们组里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我想投给杨洋，因为我觉得他参加的比赛也比得多，所以他也有经验。我应该是李连一娜吧，因为他那个学的时间比我长，而且他有好多经验。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环节的场地。那现在呢，首先有一个事情我们得确定一下哈，就是两队的队长分别都是谁呢？我们男队这边已经定了，就是俊卿，对不对？咱们女队这边也产生了我们的队长。那这样啊，队长先发表一下这个获得队长的感言吧，好不好？我希望能带着这支队伍所向披靡。我当队长带着他们安全，然后跑得过男生队就好了。哎呦，说出了两个重点，安全第一，然后只要跑得过男生队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好，我们第二环节开始之前呢，我也为大家请到了非常厉害的专家，那就是曾经多次在国际级别大赛当中获得冠军的崔越老师，掌声欢迎。崔越，冠军车手，多次荣获全国冠军，2018赛季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最快亚洲车手。欢迎崔老师。那崔老师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技术指导，当然也是我们第二环节的主考官。那么崔老师在第二环节主要考同学们什么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耐力赛，也是四个人组成一队，那我觉得团队的合作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必须每个人要精诚团结，然后对成绩也要精益求精。是。那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第二轮竞赛勇往直前，本轮所有参与者都将接受来自沙石飞扬的严苛挑战。比赛形式为接力赛，两队依次进行，共跑完三圈，最终用时短的队获胜，拿到一枚闪电徽章。直路加速过去可能会速度比较高，到前方掉头的地方千万注意啊，自动减速。我们在换人环节，比如说你开完之后换他，安全带一定要系好，我才会给你们一个绿旗，你们看到我绿旗挥动了才能继续走，如果我绿旗没有挥动你们是不能走。开赛车老师的那个范儿比较可爱，很专业的样子，对，特别厉害。三二一走。车在开启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听到身边的就是一些风沙的声音啊，以及就是这个车就是发出的就是呜呜的这个声音。因为我把那个安全带给李连一娜给慢了，然后她在那儿扣半天。没事，慢慢来，不要急。好，走。女生队呢，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哈，成绩是3分14秒13。我们换安全带的那一点卡到了。哦，没有特别顺畅，不是说这边啪一解然后上。那个安全带卡到了，那个扣子过不来。啊，咱们还是要有信心啊，不要对自己的程度满意，因为男孩还没有开始比赛，是不是？男孩的实力啊，我们之前也领教过了，所以不要有压力啊。我们一起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三、二、一，走。我是第一个跑的嘛。啊，因为我直线开的比较好一些，到最前面，然后掉头回来，我比较猛一些，也比较稳。安全系好了没有？给我骑。啊，走走走。
我们可能第一环节的确表现得不如女生出色，第二环节我们是救回来了。哇！哎呦，为什么这么欢呼啊，崔老师？因为他男生队赢了呗。赢了，他们的成绩是2分48秒34，而且赢的还挺多。哪位同学安全带也卡了一下？是，就是姐弟俩都是如出一辙。怎么卡住了？刚才刚刚那个可能他松回去了，然后所以稍微耽误了一点时间，但是还是赢了。他们三个人啊，和女生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在前方掉头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女生在掉头的时候我能看得到他们车的影子，但是男生过去掉头速度都特别快，然后卷起来的烟就让我看不到那台车了。我们在最前面掉头的时候可能会比男生队有一些慢嘛，因为第一局不是我们赢了嘛，所以就有一些骄傲。我特别好奇哈，队长，在你的带领下，你们这个出场顺序是怎么安排的？大奔第二位是他，第三位是他。上一轮嘛，就可能第一棒他跑的不是这么快的时候，他就有点急，最后不是要冲刺嘛，我就想那个利用他急的这个心理，他前面稳下来之后，后面就很着急的就可以往前跑，这样能让他更快一些。然后就他们两个就换了一下。我是一个队长，像诸葛亮的身份吧。把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分得比较细，全队的这个通力配合非常的重要。那因为他们赢了，所以按照我们的约定，你们也将会获得一枚闪电徽章，恭喜。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一定是以后会成为一名赛车手，但是我觉得这活动它的精髓可能是让这些小朋友知道成为一个赛车手的一个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环节的场地哈，之前呢我们是每队都获得了一枚闪电徽章，我现在来揭晓啊，谁先来选一号和二号啊？哦，你们先举的手，那你们来先选，选择一号还是二号？一马当先一号。一马当先一号，那么你们只能是二号喽。那究竟是一号道具更有帮助，还是二号道具更有帮助呢？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来揭晓。第三轮竞赛，众志成城，团队协作有时要比个人能力更为重要。在最终站，队伍将驾驶两辆车在泥潭场地同时出发，最终比拼第二辆车所到达终点的时间。需要注明，车辆一旦陷入泥潭，可使用闪电徽章，但需要节目组额外救援时，则要加时5分钟。每队呢，我们是4名同学，但是只有2辆车，所以只有2名同学可以驾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本来说好的是，同学驾驶一辆，大奔驾驶一辆。你看过录像了吗？从头到尾都看过了，保证啊。我也看过，从头到尾。保证，我知道，保证，我可以辅助一下。大奔作为司机，然后薛清源作为领航员。然后吧，这个时候薛清源不同意。如果你要真愿意的话，你可以真愿意。大奔可以帮忙看一下吗？不行，争取自己的。你俩是争取时间。开始我说。我们不要我练了。你不用说，这个不用说。你们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想跟他们吵。一吵的话，会起冲突吗？这样听我的，你走后面。好。大奔来帮忙，当下领航。他就是如果前面陷进去了，那后头肯定就方便嘛。对，如果铁铲可能比较有用，我觉得。我可以数八，你我没有洁癖的。那就这样，就这样。那你们的两位驾驶员是？这个和薛清源同学。是我和一乐。现在呢，我们两队同学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加油好不好？最后一关了啊！好，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啊！三、二、一，走。瞬间感受就是非常气，
打着。看看倒车能倒出去吗？倒不动了，钱也走不动了。我上来帮你们吧。给卡到了。第一个车陷下去的时候，我就先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行不行？我下去了。快啊！我们上面，上面，上面，快上，快上！需要道具吗？你们？闪电徽章道具呢？然后他们拿来了一把铲子。你们选的道具就是这。这个还给。确定你能行吗？来，我试试。你干嘛？你去开。我腰要不要？哎，等一下，好呀。我的鞋掉了，铲子掉了，我鞋掉了。你们上来。鞋掉在了泥浆里，然后找不着了。然后他们的道具，道具呢倒是不好用。所以一弄就断了。大奔试一下。上去，不是我的鞋呢？铲子弄了没？你们用坏？这该是坏铲子。关键是我鞋呢。非常的可观这个场景。队长现在已经沉浸在找鞋的这个。哎，对，拿这个弄，棉帽子。来，我们把这个地方挖掉。把这个给弄掉，弄过来垫到这个轮子下面就可以了。垫不了，他们说那样不行吧，往轮子底下垫树枝不行吧，我觉得是对的。为什么垫不了呢？太虚了。我说了，把这个树枝弄过来垫到轮子底下就可以了，懂了没？弄完了。那好，那行。大奔同学去搬来了救兵，找到了专业的救援人员，来把他们的车救出去，看能不能成功啊。慢慢走，慢慢走，再走一点，慢慢走，再走，再走一点点。好，一走。泥里，该上哪辆车上哪辆车。你上车。队长，让开，队长。你还要慢慢倒回去从那里。你要不你上到岸上来？对。喂，队长。往后倒。加油。现在呢，时间已经17分多了，他们的第二辆车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你先出来，我们把底下的东西先弄一下。你看那台子动不？试一下，你试一下嘛。就有问题了，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抬不动，真的抬不动，不用在这费力气了。那些石头能用吗？老师说你不能这样垫，放在前面。你要是觉得对，你来。放在前面，放一块。好，动方向，打方向。两个车都得过终点啊！两个车，来，我们可爱的小脚脚展示一下。你居然还有袜子！大奔连袜子都没有了。头车救出来之后，为什么第二辆车又陷进去了？是什么原因？就那块水就变成泥了，刚过来嘛，也没有什么速度，就在那陷了。陷进去之后吧，上来之后才发现，我的两个车间之间全是泥，而且泥跟水根本就是走不动了车。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非常艰难的出来了。我注意到啊，其中有人抛弃队友的。是不是第一辆车给救出来之后呢，自己就走了，然后孤独的队长留在水里追赶，你也追不上，后车还要再往前开，等于说队长是一个前有虎后有狼的一个境地。当时怎么把队长给忘了？没有救援车不是直接让加着油门走吗？对，然后就直接加着油门走，他在后面也没看见他。准备，3、2、1，走。哦，女生出发明显稳。哇，顺利！
车是特别顺的就过去了。呀，第二车有可能。哎，过来了，过来了。哦，他们陷入了。我们徽章是啥？我们徽章是啥？跑着到跟前，然后就拿石头，拿那个树枝什么的。你们现在可以使用你们的闪电徽章，要吗？我们的闪电徽章就是姜老师可以场内手把手亲自指导。那就赶紧去每人捡一把石头塞进去。不是，你看，我前后都要垫上。我出不来了。啊！哎，用力。全部大的他爬不上，这个有点太大。你看人家女同学捡的石头，那是一块是一块，都有帮助。他们不是拿石头吗？然后我跟他们说要拿一些尖一点的石头，比较锋利的石头。后面也要塞一点。好。我们这边又出现了一位光着脚不远万里跑过来，您是来看热闹？看热闹的。我们献车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其他队员的啊，多献一会儿，多献一会儿，出不来，出不来。然后浩宇还在那儿，就是结束着，就是他没把这个看成一场比赛，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体验。女同学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领先哦，不要把时间消磨在无谓的事情上。哎，对，把那里挖空。其实吧，一开始呢还是就有一点点嫌弃的，但是后来呢，我就是觉得吧，就是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小的习惯呀，或者是一些小的不方便，然后就影响了整个队的成绩。那我们试一下推，你用低速啊。挺高兴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把车推出来的时候都在叫，都在欢呼。第二辆车过计时了啊！好，停表。那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使自己的意志品格呀得到提升？哎，行了，女孩的心。这位也是行动不便，那你干脆你就坐在车上吧。来，一个过来。哇，最后那一下太震撼了，四个人齐心协力把车给推出来了。听说你还有点小洁癖。嗯，那你现在嫌弃你自己吗？嫌弃。那现在要怎么办？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就是第一辆车顺利到达终点，但是你被误在那儿的时候，对，慌张了吗？特别慌张。我害怕拖连就是大家的时间嘛。但是最后靠大家的力量，对，还是出来了。对，好，第三环节呢，同学们全都完成了我们的比赛，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对不 对？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两队的用时啊，男生队的时间是多少知道吗？八十多分钟。哎呀，比你们想象的好太多了。男生队的成绩是37分21秒，还可以。那现在女生队的成绩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女生队的成绩是20分26秒，所以获胜的是女生队，恭喜！恭喜！既然女生队获胜了，那我们的 MVP， 也就是本场表现的最好的那个体验者是谁呢？有请姜老师来宣布一下。我想把这个奖呢，就颁给王一乐。原因是他在处理这个脱困的时候非常冷静，他的油门节奏啊，还有这个配合度都是非常高的。恭喜王一乐。我觉得他收获就是得到这个全国锦标赛的这个邀请，我觉得这个邀请函对我来说很重要嘛。那怎么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看了我们的比赛，看了我们这一期快乐体验追风少年之后，是不是也对全地行车特别感兴趣呢？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再见。再见。八位营员，3天挑战之旅，冒险与收获总不期而遇。有的人从陌生到熟悉，
有的人从较量到合作，这一次收获到的不只是输赢和比分，而是通过齐心协力培养合作意识，共同成长。